大家好，我是杰少，现在我在南宁之夜，因为之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，哎，杰少之前是去年呢、啊，你拍的南宁之夜刚开业的时候人山人海，现在生意怎么样了？还有没有人？所以今天晚上我和表弟就特意从我们那里过来拍一下看看。对啊，想不到今天很热闹，很热闹，真的比我想象中人还要多哎。我也很好奇、哦，因为今天不是周六，也不是周末嘛，就说应该没什么人。结果你们看一下我身后这里，都是人山人海，很热闹。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嗯。哇，人好多的。没想到真的人居然这么多。嗯。不过有可能现在因为是暑假嘛，学生放假了，看过去人群中也都是很多大人带着小孩过来玩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卖吃的还是没有什么人的？哎，其实来逛夜市，大家都知道夜市的东西不是很好吃，而且价格又贵。嗯。他们宁愿花钱去玩的，玩的那些项目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刚才一路上来看到很多玩的项目都有小朋友参与。嗯，那我觉得主要还是比较贵哦，这些吃的。吃的贵，真的又不怎么好吃。跟普通的那些夜市其实都是一样，然后它这里贵好多。对呀、啊，如果价格比较合理的话，我认为还是有蛮多人来吃的，因为毕竟是比较远嘛。你看一下前面，人多的呀，真的人是真的好多。比想象中多好多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前段时间有大家说，好像这边人气不行了哦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人气不行了，他们过来一看，觉得不是这样子。更说嘞，啊、其实有很多自媒体，我们本身也是自媒体的嘛，可能是为了流量，他们就是专门来挑拍那些，哎，这里人家在拍照。这是什么、啊、走过旁边继续刚才我们的话题，他们专挑那种人家比较关注的点，就是说哎呀这个夜市刚刚开业然后倒闭了什么什么样哦。对啊，然后流量就会高。我们拍的夜市也有没人的，但是那是确实是没人的时候。嗯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人，我们肯定是说是有人。对啊对啊，我们拍的都是真实的。对啊，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就比如说超市倒闭，它就是我们就说倒闭，开业我们就说开业这样子了。但这边还是很热闹的，我感觉过来逛逛还是挺好的。对。咦，看一下那里啊，这里啊，那个什么？啊、是在五建吗？什么？好像是五建哦。对呀、啊。嗯。我们之前来好像没有见有这个呀。啊，之前没看到。这边也是人很多。都是人。哇，上面那里又有，你看，左边。这是在跳舞、啊。都是古代美女。对。每一次我们拍影片，有很多观众留言就说看到美女多拍一点啊，现在我们就拍给你们看了，上面你们看。对，古装美女。对呀、啊、古装美女很漂亮哦。小朋友还喜欢玩这个，这个叫什么我也不太懂，就喜欢来搓这个。对，然后人进去就会变成一个人的形状。对呀，你看一下这边，不是吃的，生意特别好。嗯，这样就是玩的，玩的，嗯，射击的，对，就是娱乐的这些项目会比较多人。对呀，吃的反而不怎么受欢迎。嗯，看到这边好多人进进出出的。精彩演出秀，因为之前没有的，对，之前好像没有发现。过去看一下。小外面有点挤。悄悄介绍，你看完介绍之后，你再来看我的演出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。是不是跟之前我们在那边看到的演出是一样的呀？刚才那个又是那个书法的，我们上次来有看到过。对呀、啊，现在他们换了一个地方的演出了。对，除了书法，其实他们也是在推销。都是在推销。对。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哇，这里！我的
好多人在这里排队玩这个海盗船，都是大人带着小朋友玩，好多人呢，人也太多了，好刺激哦，感觉好好玩。这个也是古装的一个女生，这个是男生，刚才我们前面拍到的是女生。这什么舞蹈啊？舞蹈。这边人也好多，我发现这里多了很多小朋友玩的项目。对呀、啊，小姐姐漂亮，小姐姐哦。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我以为是两个女生。哇，哪里人都是多多的，真的是有好吃有好玩的，都不会缺人气的，所以。南宁之夜都开业应该有快半年，应该超过半年了吧，人气还这么旺。泼水节，天哪，人也太多了吧，真的比想象中多很多。去年不是周末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人都没这么多，今年人更加多。这也是一位古装男子，他也是跳舞的应该。我刚才他没动我都看不见、啊、没注意到，刚才全身汗真的很不容易，很热的，对对，真的很热。现在南宁晚上起码有32度、30度这样子哦。对。然后他穿着那么长的衣服在上面跳舞。对。发现呢，脸上全是汗。去看美人鱼。南宁之夜，向往的生活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年年有余。好大一条鱼哦。这是广西的三大粉了，广西最有名的三大米粉，南宁老友粉、桂林米粉还有柳州螺蛳粉，但也没有人在吃哦。并排在这里，有啊，那里不是有两个人在买？很少，这应该是外地游客过来吃的。老友粉那里也有，桂林米粉没人，很少过来这边吃吧？对呀、啊，应该是。我们现在这个门口的话是南宁职业的后门，之前我们都是在前门那边，今天我们把电动车放到后门这里来了。我发现应该都是外地的游客比较多，对，他们会比较喜欢在这个门口这里打卡，对、啊、拍照，就是来这里玩一下，拍个照或者拍个小短片哦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对啊，做留念。我们从那一头也走到后门这一头了，对、啊、因为我们的车也放在这里，刚才其实我们已经从这边走下去过一次了，对，我们也只是大概逛一下，嗯，因为之前都来过嘛，都来过，也大概都是这样子的，大概都是这样子，里面的很多那个演出之前大家也都看到过了、嗯、也都看到过，所以我们也不想再重复再介绍给大家了，是吧，嗯，对，就随便过来逛一下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，嗯，那好了，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嗯，回去了，对呀、啊、从这里回到我们那边可能要一个多小时，要啊，要一个多小时，因为这边在南宁五巷新区五巷湖旁边，对，走了哦，嗯。